那部剧《爱爱内涵光》，柯震东演的，对，超级红。是，听说你全部追完了。对，你花了多久时间？大概两天吧，而且他是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哦。对对对对，我真的是每一集，然后每一个 part 我都有看，然后把它认真的看完。而且我有时候还会觉得，哎、不行，这一段我要重来，所以我还会再倒转，你干嘛再看一次。又不是 A 片，你为什么要重来？因为比如说它会有几个画面，我觉得哎，这个其实还有蛮有医学价值的，所以我就会倒带再看一次，然后心里想一下说，哎，如果这个病人来到我的诊间的话，我该怎么帮忙他？这样你好认真啊！看这弄的屁股好看吗？哦，好看，超好看，有露屁股哦，看起来就是很有弹性啊。小鲜肉，很想捏一下，对，很想捏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会不会被他看到？那个，我们欢迎柯震东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。对对对对对，如果你有看到这一集的话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屁股是 OK 的，对，屁股是 OK 的，哎、欸，胸肌也可以。哦，等一下，而且他腰蛮有力的，哎，所以。哎、这不是在我们提纲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单看一个男人的胸肌，他的公狗腰跟他的翘臀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男生的性爱马达好不好吗？当然啊，怎么看呢、啊？怎么看？他如果胸肌跟那个臀肌，就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送髋那个动作、他把这些肌肉都练得很漂亮的话，那个肌肉是有力的。所以第一个是他知道怎么运作这些肌肉，怎么运用这些肌肉让他的效能更好。因为我们上次说过，不是手在动，对，是你的屁股，你的送髋髋部在动。对对对，他既然可以练得这么漂亮，他一定是就知道怎么正确的去做这些肌肉的训练。那他肌肉相对强大之后啊，其实他做起来他相对省力，所以对他来讲这一点都不困难啊。他可能一次四百下、五百下，他都觉得轻松。你看，我好害羞，耳朵要遮起来。这是病人跟我说的，四五百下，对对对，他就说他就上次看我们的节目说，他五十下他就很认真的，大概稍微计算了一下，说他的频率大概是多少，然后他大概多久才休息？他说医生，我四五百都没休困，四五百拢做轻松诶，我怎么连行李嘞，那码表都来不及按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哎、你知道有一种动物吗？叫做好像是叫鼬獾吧，他的那个性爱的动作就超级无敌快。真好，对，我就我当下脑袋里面浮现的其实是鼬獾，不是放屁很臭那个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是他做爱的速度非常快，所以我那当下就觉得，哦，我的病人跟鼬獾一样哎。我怎么会讲到这里呢？等一下，我要讲爱内涵光真的非常好看，柯震东欢迎你来哦。对对对，柯医师见识过你的全身了，是 OK 的，是是。欢迎订阅两性密码频道。同时，太阳星全效科贝尔益生菌在中天快点购热卖中。